I want to keep talking to you. You know,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 situation is, but I feel like we have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right? Yeah, me too. Great. So listen, here's the deal. This is what we should do. You should get off the train with me here in Vienna and come check out the town. What? Come on, it'll be fun. Come on. I can't believe you're here. Well, I live here in Paris. I wanted to talk to you for so long, you know, that now... Me too. How long do we have? 20 minutes and 30 seconds? No, let's go. No, we got more than that. If we'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on a train, would you start talking to me? Would you ask me to get off the train with you? Of course. The woman that I've been seeing, Samantha, she's an operating system. You're dating in a West? What is that like? I feel really close to her. Like, when I talk to her, I feel like she's with me. Keep going. Keep going.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ve been seen. There's no good place to go. I'll take care of you. If you ask me to.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爱情是电影永恒的主题，人有多少差异，相爱的方式就有几百种。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影评人膝关节跟我们聊聊他心中经典的爱情电影。膝关节你好。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膝关节最近出了第二本跟爱情有关的电影的书，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膝关节，你看过这么多的爱情电影，在你心中有没有留下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影响你最大的爱情电影？我都会说是爱在黎明破晓时，爱在日落巴黎时，爱在午夜希腊时，这一套三部曲。为什么会说他印象很深刻呢？第一个是我们很少看到爱情电影拍续集啦。对，讲老实话是这样，因为爱情电影的最美好的那一刻都在第一集就演完了，你要再演第二集，不是不可以，它不容易，它也不容易画下一个好的句点，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童话故事里面最后那种幸福完美的句点嘛，你要重新拍续，然后拍续集的时候，你要接哪一段的故事呢？其实这是蛮考验的。对，更何况这是拍成三部曲。对，所以我觉得他彻彻底底的把男生跟女生从第一集是一个邂逅嘛，对，他们在火车上邂逅，前往奥地利的过程里面，他们展开了一场有点未知般的情愫冒险。那到第二集是隔了好几年之后，两个人总算在巴黎的书店重逢了。对，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对女生而言是一个美丽的等待。原来这些年来，我们两个都还是彼此有牵挂着对方。虽然人生各自经历了哪一些感情，但是你总是在我心中的。是，我觉得这个感情，这个感觉其实挺美的。对。那到了第三集，我们就知道，哦，原来第二集的结尾，我们很确定是你没有去搭那一班班机，对，你留下来了，而且这两个人也顺理成章的结了婚，而且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即便是前面经历过如此波折，风风雨雨的这些爱情，很浪漫很伟大的有如史诗般的爱情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到最后他们走入很现实的婚姻考验的时候，他们接受到的狗屁倒灶的事情其实不比我们市井小民差。对，但是他们有因为有一个太伟大的恋爱的基因了，所以他们在婚姻里面最后遭受那些很现实的考验的时候，这两个人所辩论啊，那些口角啦，你就会觉得说那些好像是某种人生的真理的感觉。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可是每个人在那样的关系里面能够顿悟，能够讲出那些话吗？未必。但这两个男女主角伊森霍克跟朱莉迪尔，他们好像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爱情缩影，他们扮演的我们人生故事里面的先知。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作品我认为是印象很深刻，而且真的不容易啊。三部作品都能够拍完，而且这两个男女主角呢都没有歪掉，导演也健在，这十多年来也都没有出大事。在电影史上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三部曲。对，而且是男女主角都维持是同一个人，20年前是这两个人，然后10年后重逢一样，到最后两个人可以稍微对照一下，看到第三部曲的时候再回头去看当年年轻的伊森霍克跟朱莉迪尔，然后他们两个人在相遇那时候说的那些对白，对，是
其实有的时候因为陪他们过一段人生，对，我们觉得好像因为很多观众就觉得真的我们走过一段，一起走过一段路程，而这两个人在荧幕上里面都有有趣的化学效应。嗯，因为有些人可能彼此在彼此之间真实的人生里面，他们有各自的婚姻啊，对，可是等到要演戏的时候，他们两个又可以好像真的在一起。对，我觉得这是所有在表演艺术工作上最困难的一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嗯，膝关节对于这三部曲印象深刻，还有其他的吗？我还会觉得有一部跟现代人比较有互动的，叫做《云端情人》啊，史派克·琼斯所拍的一部关于一个宅男如何透过语音软体成为他的生活里面的感情依靠者。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哦，假设哪一天再过几年，他上市，对，我可以跟你200%保证。很多男生很多女生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对，瓦昆菲尼克斯这一个有点寂寞的中年男子，因为跟前妻离婚，正在经历离婚的过程当中，他人生很沮丧。嗯，然后呢，这时候就一套语音软体问世了，就是他可以懂你，他可以陪伴你，他好像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手机智慧型手机里面的那种人工语音系统的辨识软体一样。那这个系统的软体呢，它就设定是一个女生，然后它一设定完之后呢，它就迅速，它还问他说可不可以让他读你电脑里面的硬碟啦，可能很多男生不愿意，对不对？他就开始很迅速的在几万分之一秒之间呢，就读完你说硬碟的资料了。对，一瞬间呢，就可以从你过去写的信，从你写的信写给谁，信里面的用字遣词，你硬碟里面藏什么东西，他瞬间都看完之后，他立刻就了解你了。彻底了解从电脑里面反映出来的你的那个面相，他就立刻跟他说 Theodore 你没有什么朋友，然后什么，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我觉得啊，这个真的是只有数位人工智慧才有办法办到的事情。因为我们真实人生当中啊，我敢跟你保证啊，假设你有男朋友或是你有老公好了，我把200多封信丢在他面前，他会看吗？他会把它读完吗？很困难吧，就算把它读完也要花个几天吧。可是因为人工智慧它是如此聪明的辨识系统，要瞬间就读完了，而且瞬间就完全了解你这个人。其实不妨扪心自问，各位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你的伴侣是真的有多了解你呢？其实这可能是一个问号，或者是你也未必希望你的伴侣完全了解你。对，可是云端情里面这个 男主角就是因为使用这套语音智慧软体的，所以这个可以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这套软体是完全了解他，变成他的心灵伴侣。对啊，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这样谈恋爱。没有啊，这个是现代版的神通情人梦嘛。对对对，以前的梦幻想，现在的理想。2005年好了，我们也不会想到我们现在会有智慧型手机啊。对对，你也没有想到我们有一天会这样子滑手机嘛。对，可是这是一个很几年前的事情而已。对，我都认为这样子在云端情人里面虚构的这些情节呢，可能再过个几年它就真的会出现了。你想一想啊，你身边中有一个真实的人在你旁边，你如果去跟他讲话，他真的很想睡觉，对，他会不会嫌你烦？会了。对，可是这个软体不会啊，这个软体24小时全天候 standby 啊。你只要按他一下，然后跟他说哦我现在怎么样，他就立刻跟你聊天，他随时陪伴你啊。你对你的伴侣有道德的限制啊，他睡觉你吵他，你这个人真没良心。对吧？可是软体不用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残酷，但是它又是一个很温柔的可能性。它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对，可是因为它数位赋予它永远存在的空间。所以我认为真的是再过几年哦，这种软体真的出现之后，我国的离婚率没有了，我国的结婚率跟生育率可能会下降。前面经历过一段很幸福，结果完全的被摧毁了。他已经人生几乎绝望了，他甚至想要离开人世间。对，可是到最后他重新遇见的这段爱情却拯救了他。对，而且可能可以更完整他的生命。因为所以这个片有一句很棒的名言，叫做越大的不幸越值得去经历。影评人看过这么多的电影，你有没有推荐你的读者在热恋的时候最适合看哪一种爱情电影？其实热恋的时候只要不要看悲伤的电影都可以，什么都是好看的。 对什么都是好看的。因为你在看它不是在看电影。
但是如果热恋的人啊，我们会还是会希望说，大家还是能够多看清楚一些爱情的一个轮回啦。嗯，热恋当然很好啊，热恋就是表示你才刚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有太多有趣的新鲜感可以带、嗯，因为未知就是永远最大的兴奋感。对，未知。跟另外一个你喜欢的人一起去探索这件事情，对，因为未知嘛，对，所以未知很兴奋啊、嗯、所以我常常有看，我有一次开玩笑讲，然后被大家骂死了，我说陌生是最好的春药，好奇啊，对啊，探索啊，好奇嘛，探索嘛、嗯、这不否认吧，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热恋中看什么都很好啊、嗯、但是我可以推荐看另外一部片，我会觉得更赤裸、嗯、就是一部法国片，当年是得了金棕榈大奖的作品，就是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嗯，这个片讲的是一对女同志的故事，嗯，嗯，你可以看清楚，这个片、哦、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过程里面，他们真的就把从暧昧、对热恋、相遇，然后开始成为恋人，对，到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嗯，开始经历了一遭所有恋人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嗯，它是一个很好参考的一个作品，而且重点是这两个女主角都演得非常的真实，嗯，非常都是赤裸的表演啊，对，他们所在镜头里面的放电、嗯、跟呈现出来的那种两个人交缠的汗水，嗯，我相信对热恋的朋友应该是很有启发，对，而且他提醒了我们，爱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对对 对，所以很多流汗的画面、嗯，所以应该蛮适合热恋的朋友看。是，好，就我们有讲到热恋，当然也要讲失恋。我真的很，我最近身边有一位朋友失恋了，然后他觉得他每天都在抱怨他的人生，嗯、有没有什么电影很适合推荐他看？好，老实说，我会这样讲，如果真的是失恋很痛苦，觉得走不出一个苦难的关卡，嗯，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我反而会推荐他看一个导演的作品，嗯，叫做，这是一个法国导演，那、嗯、真巧都是法国片，对，克劳德雷露许的作品，嗯，为什么会说失恋看克劳德雷露许的作品是一件好事呢？嗯，因为克劳德雷露许他有几部很知名的作品哦，其中一部在台湾最受影迷所认识的叫做偶然与巧合，嗯嗯，是他前一阵子还有另外一部新片也不错，叫做《情海浮生录》，嗯嗯，这两部片，嗯，我非常的推荐可以给失恋的人看。为什么呢？偶然与巧合是一个讲女主角呢，她跟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男性，在一起之后呢，他们结了婚，嗯，生了小孩，嗯，可是呢后面就发生非常不幸的事情，嗯，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这几乎失恋的人看到会觉得说这个人过得比我还惨，嗯，可是他因为他实在太绝望了，对，于是呢他就希望说他带着一个摄影机，嗯，去看他的小孩之前几个他的愿望，就走一圈，比如说他想要去找北极熊，是他想要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海，一个悬崖上去看人家跳海，嗯 no， 就是他想要去做一些他小孩很喜欢但他不理解的事情，嗯，在他做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居然让另外一个，就是冥冥之中有另外一股力量，对，让一个陌生男子因为捡到了他的摄影机，他就对这个女生非常的着迷，嗯，想要来追寻这个女生的脚步，想要找到她，嗯，想要找到她，想要跟她谈恋爱，想要跟她在一起，嗯，你就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可置信的，对，前面经历过一段很幸福，结果完全的被摧毁了，嗯，他已经人生几乎绝望了，嗯，他甚至想要离开人世间，对，可是到最后他重新遇见的这段爱情却拯救了他，对，而且可能可以更完整他的生命，嗯，你就觉得说哦，因为所以这个片有一句很棒的名言叫做越大的不幸越值得去经历，嗯，这句话其实听得很难过，对，就对，我在书里面有一个文章里面有提到，其实这也是一种感慨啦，嗯，就是说，嗯，我说幸福的人无风无雨啦，嗯，不幸的人风雨成诗啊，风风雨都会成为 一首诗，是是，所以我觉得幸福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对，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没办法，他的人生他的经历的感情的困苦，嗯，他就是会可能比较多，或者是他本来他的心思就很纤细，他想的东西就比较多，嗯，所以跟他在一起可以跟他匹配的人出现了离开了，他所遭受的打击一定会
更大。嗯，所以我就觉得很像《偶然与巧合》里面这个女主角一样啊。嗯，所以看这整部片看完之后，我觉得很适合给一些人生或是感情正经历谷底的朋友们去看这个片。嗯，而且这个片也是因为拍得太，它到最后有一种那种喜极而泣。啊，对对对，而且还会让你觉得说，天啊，如果我们前面没有那些这么不幸的事情，也许他人生过这样其实是够的。嗯，可是就是因为缘分可以带领我们经历过不同的起起伏伏，使得我们人生有更多的故事。嗯，然后克劳德·刘许后面拍的这部《情海浮生录》啊，也是很相似的一个结构。嗯，就是一个女生她不断的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因为岁月逼着她去选择不同的男人。嗯，然后就一段又一段新的爱情故事发生，到最后她会谱出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局。嗯，就是他，我就认为克劳德·刘许是一个最会拍缘分，嗯，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你要我们用华语片来举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举《甜蜜蜜》的啦。至少大家都知道，《甜蜜蜜》里面那个张曼玉跟黎明，他们两个人即便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对，但是到最后他们可以在纽约的街头，一个邓丽君小姐的意外的新闻的事件发生之后，对，让这两个人重新撇过头来，在一堆电视机前面看着这个消息，赫然发现两个就站在彼此的对岸。好像有一个朋友的婚礼里面有讲到这句话，说可以做电影相关的工作都是神的孩子，看电影聊电影，到最后最好最棒的理想就是活在电影里面。嗯，就当我们活在电影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大的遗憾啊。膝关节，因为你是影评人，所以你看过很多的电影。也许很多人其实会对于影评人这样子，对，是身份，非常的好奇，然后也很想知道，所以影评人没事都在看电影，对不对？这人生真的过得也太好了一点。还是说看片其实压力也是大的？也不能这么说。我经常会有遇到有些朋友说，欸，当影评人好不好？我都跟他说，当影评不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啊。怎么说？我觉得在台湾，所有要靠文字工作能够生活下去的人都不容易。他不像国外，在经营这些社群网站上，他可能他的原本获利的空间就比较高。在台湾，你要经营这种身份还能够谋生赚钱的，我老实跟大家说，应该十根手指头就数完了。而且十根手指头里面算完，发现真的收入是不错的。搞不好只有三根而已，是，对，所以就是这个职业的人其实是相对少，所以我通常没有那么建议说大家成为一个影评人，我反而会比较推荐大家说你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的观察者好了。嗯，因为如果真的是想要写影评来谋生的话，对，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起码在台湾啊，民国78年之后到现在稿费增加不多啦。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解严之后到现在都已经二三十年了，其实稿费的成长速度非常低啦。其实可以跟电影一起工作，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好像有一个朋友的婚礼里面有讲到这句话，说可以做电影相关的工作都是神的孩子。哇，就是他一定非常热爱电影，才会讲出这句。是八大艺术之首嘛？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看电影在诞生啊、拍完啊，我都觉得这么多人去完成一部作品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是，特别是你还可以完成一部令人家喜欢、对留念的作品，它更困难。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爱在系列三部曲》，你看多困难。可是完成电影之后啊，这些电影可以在那边摆20年，对，摆30年，对，我们还是会提到，比如说你之前有提到《教父》好了，是，那么70年代的电影了，对，都距现在已经几乎快半个世纪之前了，但是电影它一旦被完成之后，就像歌曲一样，他们都可以成为传世的经典，对，有时候它甚至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对啊，甚至是可以一窥你的生活品味，对，的一种捷径，是，所以电影就是一个这么罕见的艺术，而且特别是当你看过某些作品你很有共鸣，你找到另外一个跟你一样有共鸣的人，那种心情是那种在交流过程里面，你们会觉得再也不是那种言不及义好心小会那种生活，你知道吗？就不会聊一些五四三，对，比如说我跟你讲啊，你有看过《天花奇迹》？是，有看过，有感动，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或是对生活里面有很多感触，
我觉得那样子的交谈是一种很令人着迷的模式啊，看电影、聊电影，对，到最后最好最棒的理想就是活在电影里面。嗯，就当我们活在电影里面的时候，是，我觉得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大的遗憾了、啊。很多、啊。之前还有一个朋友就说，因为他家里面的人有身体上的病故，嗯，所以希望看某些电影可以开心一点，嗯，他请我们帮他列，就是在病床时不开心的十部推荐电影。对，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我那朋友还多调皮，一开始都还列一些癌症的电影，嗯，我说人家都已经身体健康不舒服了，你还列那种不愉快的电影干嘛？你要列一些比较正面的嘛，嗯，对嘛，就比如说逆转人生哈，一个黑人去照顾白人富豪的故事，然后你就觉得改变了他的，这样有一些乐观嘛，对嘛？我们不要让人家觉得已经人生已经很绝望，你要让他更绝望。对，应该是人生很快乐的时候，你要提醒他有破灭的可能性、嗯，你要提醒他，嗯，人生很绝望的时候，你要拉他一把。对，这些都是电影可以做的事情。嗯，所以很欢迎大家去找膝关节药片单建议。失恋的时候的十部电影，热恋的时候的十部电影，如果你正在经历身体病痛的时候，一定要看的50部电影之类的。最多人会讲说什么？如果你到荒岛上去，你要带哪50部电影？我们都会说，你到荒岛都没有投影机的，带什么电影去啊？你很无聊，难道你要看那看《Castaway》吗？看 Tom Hanks 那种情节吗？膝关节这本书叫做《大人的恋爱》，你觉得你在恋爱里面是大人了吗？比较现实是有可能的。嗯，看透了爱情的本质，应该说就是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嗯，所以自己会在这个看一下说过五关斩六将好了，你就很快就知道说哦，什么样的人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什么样的人不一定适合跟我们在一起，追寻的目标是什么，对方有没有一样相仿的理念。嗯，其实你说这是大人吗？我觉得如果你要硬要扯定义的话，我觉得也许可以节俭，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比较，你说比较莽撞、比较原始的恋爱好了，是你看到他，你喜欢他，你就是写纸条跟他告白，嗯，欸，这种事情有现在可以做啊，嗯，可是我们现在愿不愿意做，未必有空做了。对，所以年轻的时候你是一种很直觉式的恋爱，对，但是像我们可能随着年纪稍长，时间不一定允许我们去做那么莽撞的事情了，嗯，所以你会觉得你会顾虑很多事情了，所以我认为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单身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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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也都是有这样的关系啊。或者是我们套另外一个说法好了，阿德勒心理学里面讲说，你为什么现在成为某种样子，是因为你想要这个样子，嗯，哦，你潜意识中就往那个方向前进，也许对，所以这个需要某种很强大的召唤，你可能要看到某一个人让你觉得你没有立刻去把他推倒他，你就不是人的那种感觉，也许就可以很瞬间让我们从大人的恋爱立刻变成小朋友的恋爱。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影评人，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爱情专家，嗯，但是就是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怎么做跟你怎么照顾你另一半的一些温柔的灵魂好了，嗯，这才是更难的一个关卡。对，所以与其说大人的恋爱，不如说是更了解自己想要爱情里面的哪一个部分，更了解自己对于爱情的想法，以及描绘对方的样子，也许是这样。对，但是最好的情况还是回到小孩的恋爱。今天非常谢谢膝关节，谢谢谢谢。